纵醉，怎有一人不惜破碎，受尽了屈辱，痛如不摧。十字架的救主是黑暗中的光辉，恩惠的礼物是爱的福音。受伤的杯子和冰鲜色愿永远跟随，触动的泪忍不住往下垂。有一生将是为人诚然担当忧患，因他所受是的平安，我们却以为他受着罚。享受爱的福音。